份子弹。中联办先前文体报告准确地签载在报章的好文章，话特首普选公民提名，偏离基本法立法原意。辩论中华社起人陈志文回应话，不应该将公民提名排除在讨论之外。中联办副主任王兰发过几千字字批评公民提名普选特首候主人是绕过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之后，中联办宣传文体报告长郭志川上个星期五在报章撰文，质疑政府公民隐蔽、从经常运动、尽量避免烟酒，仲有作息固定时。如果有流感症状，就应该戴上口罩，即刻睇医生。呢间中学上个学年由津贴转为直资办学，每年学费30,000元。校长李振雄话：学校将30%嘅学费拨为清贫学生嘅奖助学金，多过政府规定嘅10%。清贫学生嘅比例并冇减少。将校模式嘅时候，有几多学生系要申请资助嘅？咁我哋订单系点样计出嚟？咁而家我哋都好开心啦，都可以做到呢个目标啦。即系其实反映翻，其实学校嘅学生嗰个家庭背景嗰个分布，其实冇大改变。佢哋强调面试嘅时候唔会掌握学生嘅家庭经济状况。譬如申请综援嘅家庭，佢咧，本身我误解嘅，啊，你要收学费啊，我综援我点俾得起啫？佢都唔肯嚟报。咁所以其实最紧要第一步就系佢肯嚟报。政府喺2021年放宽直资计划。包括大幅調高學費的上限到100,000元，至今吸引了21間資助中小學轉為直資，包括一些傳統的名校。現在全港有74間的直資學校，佔全港資助學校9%。不過3年前的審計報告發現，個別直資學校獎助學金的使用率低過50%。有退休校長建議，直資學校可以撥出約20%的學額做統一派位，改善清貧學生入學的機會。政府可以考慮規定直資學校咧，就將20% 嘅啲學位就放出嚟咧，過嚟派位之用。咁嘅時候，可以保證一啲基層子弟利用佢靠街嘅成績咧，有個渠道進入呢一個嘅直資學校咯。有直資學校唔反對呢個建議，不過需要解決細節嘅問題，例如透過統一派位嘅學生係咪需要交學費？學費由邊個嚟俾等等。無線電視記者關美麟報道。港澳受到風暴影響，停市半日，下晝復市跌超過100點。受颱風天氣影響，港股上晝要暫停交易，下晝復市隨即跟上美股上個禮拜五嘅跌勢。市場預期聯儲局下個月啟動退市嘅機會增加，恆指最多跌211點，收報23,371點。至130點，半日市成交有440億，匯控曾經跌到85蚊邊，低股本初低大至60幾點，地產股普遍回吐，新世界同埋信資跌幅達到2%，內需概念股份有追捧，旺旺、平安同埋百米係升幅最大藍籌頭三甲。內地製造業表現持續有改善，匯控牽制嘅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9月份升到半年嚟嘅高位。有分析話，內地經濟增長延續回升勢頭，有利中央繼續推行經濟改革。滬深股市長假期後復市做好，上證綜合指數升超過1%。無線電視記者陳曉雲報道。
早前以照顧一對年幼仔女為理由辭職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辭。又比較多的時間陪屋企人。政府的諮詢委員會認為莫吳尊的薪高不會構成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今日國會選舉結束，總理馬克爾領導的基督化民主聯盟大勝，預料他可以第二度連任總理。選舉獲勝，德國總理馬克爾到競選總部接受祝賀。他用超級來形容今次的選舉結果，又感謝選民的支持，承諾未來四年會盡能力執政。我是覺得我的卡片好幾年了，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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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議席未過半數，仍然要組織聯合政府。不過執政聯盟入邊嘅自由民主黨得票率只係得4.8%，過唔到最低嘅5%嘅門檻，將無緣進身國會。洛克爾要另覓政黨合作。外界認為基督教民主聯盟嘅主要對手社會民主黨最有可能。社民黨喺選舉入邊取得近26%嘅選票，領袖斯泰因布里克承認落敗，並祝賀洛克爾勝選。但社民黨會不會同基督教民主聯盟合組大聯合政府就存在變數。莫克爾一直反對社民黨制定最低工資和增加高收入人士入息税的主張，批評會打擊德國的經濟。而斯泰因布里克早前亦都表示不會同基督教民主聯盟合作。分析相信兩黨要組成聯合政府需要一段時間的談判。無線電視記者林卓賢報導。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話：仲未決定2016年會唔會參選美國總統，佢會冇實做決策。希拉里接受紐約雜誌訪問，話會考慮各方面嘅因素作決定係唔係參選，但係就冇透露幾時會做最後決定。又表示距離選舉仲有3年嘅時間，參選嘅決定舉足輕重，因此唔可以輕率考慮，亦都唔急於做決定。希拉里話：對於現時政府面對嘅挑戰，有好多諗法。又表示佢同總統奧巴馬關係良好，並不時會向佢提出施政嘅建議。佢提到如今好享受同丈夫前總統克林頓過住悠閒嘅生活。克林頓就表示唔清楚妻子係唔係會參選。I think she'd be the first to tell you that there's no such thing to done deal ever by anybody, but I do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希拉里雖然未表態，但係支持者都為佢做勢。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就話。I don't know, but I know that if she does, she will win. And if, when she becomes president, she'll be one of the best prepared people to enter the White House in a very long time. 正是係希拉里二月四日以嚟首次接受訪問。希拉里2008年民主黨初選輸俾奧巴馬，後嚟跟奧巴馬內閣出任美國國務卿。外界一直盛傳佢會喺2016年再參選總統。無線電視記者杜思偉報導。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曼徹斯特打比，曼聯作客輸俾曼城啊！曼聯射手雲佩斯突然因傷缺陣，功力打咗折扣。不過慘敗嘅原因係防守唔夠積極，讓布拉諾夫傑瓦的落底線冇人追，加布雷傑應射啊！一場半場嘅球分鐘，曼城先開紀錄。曼聯季初對車路士同埋利物浦都贏唔到，令緊諾耶斯對強隊冇曬負，仲得爺爺托尼喺上半場嘅保持階段入多球添。兩年前曼聯喺呢度慘敗1-6嘅畫面記憶猶新，見到空曬嘅亞古路換邊之後僅僅一分鐘就為曼城入3球，就會以為曼聯就算失多幾球都唔係出奇。冇人追到喺右路快放嘅劉華斯，亦都冇人睇住遠處接應嘅納斯尼。50分鐘曼聯落後0-4。新加盟的費南尼在曼聯的作用不及拉斯隆的奧斯爾上立竿見影，反而托起嚟水晶球的朗尼是曼聯一場一百格的球員，只射入球入網破蛋，都挽回不到幾多面子。曼聯輸1-4，歐季5場之後只能排在第8位，曼城就飛上第3。無線電視記者吳輝報道。不能報道完啦，就。